大家好，今天是2月5号，也是我们开服的第35天了，好像是。来上游戏，今天妄图不在。啊，特权卡8块，先买一下。特权卡还是得买的，周卡。啊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妄图不在，我们也能充值。我战失败，昨天防守都根本防守不了，这东西没有哪一个国家防守能防得住的。来使用一下，加2000。哎，今天给出少一点，今天没有活动，今天。我们今天就充一个68吧，今天，哎，不管他，我们先充，今天充个68吧，今天没活动，就充，只充一个68就够了。好，完事，招财进宝，我来了，剩下的我们明天再充，来个4倍，哎呀，再来1.5倍，再来1.2倍，好，最后一次了，最后一次能不能来个4倍，四六就是24000，哎，1.5倍，1.5倍也行了。哎，我没有。哎，中奖了吗？终于中了一次奖，大家终于中了一次。你看啊，还有啥北屋？哎，这两个没打，还好。现在就剩这两个了。刷一下五星，来个五星，来个五星，来个4星也行啊。图运气不好，不代表我运气不好啊。三星也给你守上了，好，3星守上了，不然的话，等一下3星都没了。好，3星也守上，没吃，不然等一下3星都没了，这个。来，再挑战一次，啊，最后一次，五星，算了，打走了。今天上网不配，哦，这里还得买，我靠，这里还得充一个98，来这里充个98吧。这里有一个这个盘硬盘活动，今天都充了多少啊？今天充了一个68，一个98，就充了700多了。我靠，今天充的有点多啊。没事，花的不是花的是土豆的钱。来，等他们打着，我们先把其他的弄一下。日常该买的，这个必须得买，这个东西好像永远不够，这东西好像永远都不够。哎，这个得买。做起技能50级就不要了，50级就不要了。来材料商店，这个得买一下，这个也得买一下。啊，下面的就不买了，下面太贵了，我们就暂时不买了，下面的有点贵。啊，现在就杂货铺来，又来进东西了。我来，哎，别动，我去杂货铺，来杂货铺进东西。龙哥不是去伊博那了吗？没有啊，啥时候去了？哎，继续，这个也得买一下，还有吗？翅膀也得买一下，因为这东西有点贵。荣誉商店也得买一下。今天能买称号吗？好，也能买个称号。这看啊，生命加3万，暴击伤害增加。哎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得买。好，技能商店买不了，外观也买不了。外观的话，先不买。威望的话也买不了。来，称号激活一下。套装加成，激活加3400。好，现在就差荣耀了。信息关注大奖。啊，就不找回了，这找回好贵呀。称号。激活称号加5万多，好，我们到530万了，还有一个副本，先别动，我要把这个成了。哎，我不是还有一个吗？升品这里成，好，获得成功了，就是再来，好，又成功，好，不亏，今天成了这么多次了，下一个本开呀，法宝，我操，哦，有了个这个，昨天做任务把这个拿到了，东方钟，不是这叫镇国鼎，一下两下1800也是。好，大家今天直播先到这吧，我下来以后再找。下来以后，因为今天直播的话也没什么破点，咱们晚上见，大家。好，大家欢迎回来。因为今天中午很多东西没用，我们晚上现在用一下，马上打国战了。我们把中午拿到的材料都用一下。现在，龙天地 ，Hello， 大家好啊。来，把装备先用一下，因为今天中午下播有点快，所以东西都没弄。同伴的话，我看哪一个缺，差的有点多。这差30个，我们只有2个，2个的话先不开，这东西放着先。来，把装备先用一下。来，钥匙3个装备，续费一下。好，加1800。背包这里晋升的话升不了，今天晚上打完应该可以升了。马上打国战了，我们先把战力先提一提。这个购买6个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好，6个就行了，突破。加2400，好，现在又可以升了。
昨天怎么突然下播了？因为昨天有事，昨天晚上有事。来合成，继续把材料合一下。上品，成，极品，至尊，成，好，再来一个上品，下品就不合了。极品至尊，成，好了，好，装备合完，邮件，来这里有个邮件，磊聪送了一个十二星必成石，磊聪送了一个十二星必成石，来领取一下，输出，装备成色。锻造一下。今天把我们现在还没开始打，我们先把红点清一下。这个，哎，合了，先给他合了。缠绵，送你，来送你，七级，八级。果然啊，什么鸟了？八级就满了。日日焚香，缠绵一下。终于找到真命天子。再缠绵一下，来个十倍，看没？十倍五百元宝。此生无悔，十倍五百元宝，看没？这五百元宝，五十块钱呐、啊，这是。再来。哎，这也是十倍吗？我操，两个十倍。终于找到归宿。哇，两个十倍，可以，不亏。果战的话还有一分钟，来准备果战了，大家。啊，大家来准备好，去先去关渡大将。不过好像挂机了，没事，我们能守住就行。打完果战给大家发红包。好。关注大家死了，大家不用管人，是往前走，能拖一个算一个，不能拖的话，大家等一下没人的时候你们直接传送。现在的话，能拖一个算一个，看到人直接打。来，大家直接守住东城守将，直接锁人锁人，站在东城守将这里点自动，你取消一下再自动。来，大家直接传送军事格保护军师，军事格把人清了，还有多少血？军师一半血，没事。九将同意了，但是。其他人没同意，要必须队里面所有人同意才能当队长。我操！来，大家直接秒掉这个低调，全部秒他，打不动啊，感觉。怎么感觉打不动他呀？好，快死了！撑着黑夜，身体队长，好，打死了。爹，他们在打啥？把他们来打牺牲守将，大家你们推荐点歌啊，叫啥？不是你们谁发点歌来啊？打不动也得打呀，不然他把军师打完了，我们也打不到他了。哎，来接力，国王拉丁了。来，大家直接接力。来，今天就简单的，他们五个不来，我们守住，把军师打死就行了。所有人直接选入军师打就行了，不用打人，不用管他，先把军师打回来。五国来了，来了吗？来，所有人先把军师秒了，后面再打人。我操，怎么死这么快？好，军师拿回来，来，锁人，大家都锁人。来，大家直接选入姑娘，直接秒他。他们白天就一直打我们标车，晚上我们得打回来。来，大家选择五个人全部杀，他们天天查我们的飙车，现在我们得打回来。他们先趁现在他们神秘人没来，神秘人现在没来，所以选择五个人全部秒了。你要是你看到你没打人一直跑的话，你们把自动关了，再继续点一下自动，他会选附近一个人。来，药吃上来左上角，要怪物减伤和玩家减伤和玩家增伤的都吃一下。谁标记嘟嘟了？嘟嘟被打了吗？来，信仰疗伤。还有十一分钟，大家守住了以后，等一下打完以后，我换个手机给大家发红包啊。那叫什么的？那 A 大宝的，你不用申请，就一直要队长了，因为有两个人不在，他不会全部要全部同意以后才能拿到队长。孤傲不在，说你拿不到队长的，他应该在忙吧，大佬，不用管他，我们直接守住就行了。来，所有人打人，打军事，有人在打军事。啊，嘟嘟，来，大家去嘟嘟那边，嘟嘟快死了，直接传送嘟嘟这边，有人在打嘟嘟。来，嘟嘟这边亲人，嘟嘟这边亲人，今天就不拉帮派阵营了，那贵好贵啊，买不起。大家都飞一下吧，等嘟嘟死了再去，这样吗？没事，能杀一下人，他马上就死了。我们来守一下，顺便杀，你们刷下荣誉啊，白天刷不了荣誉的，现在可以刷了。都来碰一下，来，所有人秒嘟嘟，把左上角，你们看着左上角点开，有一个对怪物增伤15%的药，你们都得吃，记得。那个每10分钟得吃一次，刚刚你们吃的现在已经结束了，大家都吃一下。
来，最后八分钟啊，来，杜杜秒回来了，来看看下军师，啊，军师满血啊，军师已经失血，没到血了，大家去军师那边杀下人，军师这边有人打吗？有神权的阵吗？啊，就几个神权的，来，把神权这几个清了。对呀、啊，大家赢了，不要嘲讽就行了，好好打就行了，大家。你们谁能宣战？你们谁能宣战？因为我宣不了，我宣的很慢。你们谁帮我宣个战？等一下，你们谁帮我宣个战？我从来没宣过战，我不会。来，所有人，军师他们全部在军师，来军师杀人！来，军师！我操，地窖奢华！我操，这打不动啊，这家伙！好，我21连杀了，22、23，看是不是得打完以后才能选？等一下，最后一分钟的时候，我走开一点，我就选一下吧，因为我在这里一直死的话，他就不能点。大家都点一下，等一下，能宣战的都宣战一下。来，主边缘杀下边缘的人，别杀中间的人了。大家都往边缘杀一下，因为中间的话打不动，低调在里面打不动。没事，大将军王血还是满的，不急。国家里面点好，我知道了。等一下，我试一下。别拉我呀，我得走边上打，我不去中间的话打不过。啊，军师被打回来，打了被来，大家锁定军师，所有人选怪，直接锁定军师，因为军师被打了，军师被打回去了，军师被打死了，大家直接选中 boss。选中 boss 把军师拿回来，锁怪，我再锁怪，大家所有人选中怪打，别锁人了。现在不用管他们人，先把怪打回来，先把怪拿回来。好，还有3000血。好，最后三分钟，我们把军师拿回来，基本上能守住了。还有2600。来给大将军王回个血，把大将军王血回满。能不能回满？好，回满了，那就没事了。好，想宣战吗？现在能宣战吗？应该不是得打完吗？来，我找个地方躲着，我得找一个没人的地方。好，国家。本国正在备战，不能宣战。哦，我懂了，这样的，等一下打完就直接可以宣了，对不对？哦，我懂了，最后一分钟我去抢，最后一分钟我去抢吧。宣位吗？好，宣位也行。来，我们先把军师拿回来，军师拿回来以后，我才能安心。好，军师拿回来了。好，2分钟，来先杀人，最后一分钟之后我去抢吧。好，我们宣位，让魏国拿奖励可以。我懂，因为不管输赢都会有奖励。等一下打完国战，大家先等一下，我换个手机给大家发红包啊！大家就守着红包那里，等我打完国战，我换个手机给你们发，可能会晚过一分钟，因为他对面人也在守着。来，现在杀人！现在他们打不下来的，我们现在直接杀人就行了。好，57秒，能不能让我死一次？我走地方宣战去了。好，我先躲着，先找个地方躲着，找个地方躲着，准备宣战。国家，国战，选位，来直接宣战，直接宣战。抢到了吗？这抢到了没有？蜀国攻打魏国，好，可以抢到了。手术可以。来，所有人把吴国的人全部清回去，给他们清出去。他们那天守着我们清，现在我们把他清出去吧。他们什么人没来就别怕，就给他们全部清出去。好，大家今天国战先到这了，等一下我们10点来剥夺罗，大家。